韩国瑜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来到行政纪念日。现在是绿的绿啊，蓝的蓝啊，白的白啊，谁不叫会绑里长，谁不叫肯花钱，然后就选完了。台湾这种无限啊烂政治的轮回已经轮了30年，我一直想办法要改变这个局面，大家都想要想办法，我相信你们也是。那何不我们就趁这一次，我们走上街头，让他们看看我们人民的力量，这才是真正庶民的力量。礼拜天那一天，我们风雨无阻。我希望所有认同这个活动的理念的，受够了像旺旺中时那种红色媒体，希望能够继续保有台湾自由的朋友，大家都到底加油。有的人就说到时候要看韩粉碾压广粉，我真的是微不足道，你也不用拿我的来做吐，好不好？我又没有要选总统，我又不像你们韩国瑜一样选总统，我又没有要选，我多少人又怎么样？干人家鸡掰嘞，啊，人多怎么样？干你啊嘞，啊，我有要选吗？